本搓出来就是血钻。看点伤害。哎，我操！这闪现了。自己在干啥？等我大招快好的时候再过去。也行吧，我想先去杀，回头杀瑞文了，我先回去杀瑞文，再杀这个就五杀了。慢点杀。看能不能连个五杀，看他怎么说，我一套可以秒他的。OK。
哎呀，我失误了，我现在 ID 应该五杀了，这不，我操！我卡之前好像没拿过云果罗，连不上了呀！这样，我操！我这一脚空了，不然他死了。哎呀，这个。大到一个很奇怪的位置，不然我这一脚感觉中了。哎呀，我操，好烦！